大家好，半个小时生存开始喽。我点，好，我们只有半个小时哦。打算就是只录半个小时，所以这半个小时要做什么很重要，不然就会无功而返。大家都知道，麦块是自由度高的吓死人的游戏，所以如果不好好决定你这个时间内要做什么，你就会啥事都做一半的那种。就是简称半吊子。那么，因为之前录的声音太小声，所以我把它全部删掉了，所以可能还不知道，现在这个世界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！鸡蛋不能丢，鸡蛋居然不能丢。这个世界现在出了一个相当大的问题，就是。村庄毁灭了，简单来说就是对面村庄毁灭了。现在对面村庄只剩下一个樵夫。掉下去了，好，随便。对面村庄只剩一个樵夫，其他人都死了。对，因为我没什么在经营对面的东西，所以。对面就全灭了来着，樵夫啊，还有那个市政厅里面的两个人这样子。不过市政厅的两个人不能干嘛，所以基本上就全灭了吧。你的糖不太够哎。好，那所以今天呢，就是打算去把对面的市政厅，不是，把对面围起来。没关系，木头资源是很重要的，在这个准备要围的时候，所以稍微弄一下应该没问题啊。稍微弄一下，顺便拿一点木头。我可以在树苗上种树苗？哦，不行，刚刚是怎样？那我先把这个大量资源产生的地方整理一下。嘿，这边是要来产生我等一下要盖围墙的资源的，我盖个壮观的木头围墙，所以这边要顾好啊。好了，这就是我的顶场，超大的。然后全部就交给这个女仆去伐木就好了，她都快爆了哎，而且她会把斧头收起来，帮你换一个斧头，OK，好，我去改围墙了。居然有村民跑这么高，怎么上来的啊？真好奇。那么等一下看一下沙子，对，沙子很重要。有些奇怪的蚂蚁怪物会突然蹦出来射你，这时候就需要带着沙子把它埋起来。那么这边太黑了，我是不是应该带个射箭女仆跟着我比较安全？怎么？哦，马路比赛了。抱起来，下去吧。哇，锤子敲蜘蛛，我抱起来了。你给我下去吧。
小心啊，这边好多怪物，哦，又来了。你是刚刚的蜘蛛吗？行嘞。好。嗯。从这边盖过去吧。哇哦，这边也太大了。大了吧这里？哦，吓我一跳！你是伐木工吗？对，伐木工，就剩他而已。那整个地方就剩他一个伐木工，超可怜的。所以最后一个人要好好保护吧。虽然我看到那个模组介绍讲说。如果剩下一个人的话，应该每天都会生产那个流浪的流浪者会来这边观看。如果有看到的话，就可以把他收为那个村庄的一员。但是之前有看到过，不过今天好像没看到。哦，我看到了沙虫。要快速逼近他，他就躲起来，然后你就可以把他埋起来。好像没伤害，不知道这虫很毒啊！啊，对，喷毒液。嗯，这块田，这田怎么盖在这边呢？真是的，那就要围很远哎。小女仆挡路了，看到他了，他在那边。不过今天不是要观察他。虽然我很想去观察它，还是先把这个围墙围起来吧，因为只剩他一个人了，只剩他一个人了，我应该不用围这么大哦。有小女仆挡路了。嗯，等一下，这个是。流浪者吗？游牧人？能抱起他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能抓他。就这个吧。感觉是要抓这家伙。又有了。游牧的农夫，可是能不能拉拢他来村庄里还是个问题。下次盖个基座而已，连围墙都撑不上。超长的那种。木材没了。
没了。好，马上做了好几组，我就木头多。木头会这么多都是那个伐木女仆的功劳。嘿，怎么了？哦，出现了。就这样子家伙。超缺德了，这个压扁你。虽然之前有用，之前这样子把他们压住之后，他们就开始扣血。可是现在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他们不会扣血了。我不太确定还有没有用。总之就这样吧。他糖没了，回去拿吧。有在扣血了，哎，这边也有，我天啊，也太毒了吧！那你在扣血了，不过女仆也是残血，还送女仆回去才行。什么？哎，这个在这里是吧？埋起来。用女仆纪念品重生。重生之后就罢工了，那就不帮你工作了。这时候就要抱一下，还能抱吗？可以。好，他拿糖了，因为有这个在这边，他就自动拿糖。帮你多放点糖。我觉得女校练一下等级啊，决定上你去练等了。是女仆练等中，楼上也有两个女仆在练等。就这个酿造台，玩酿造台是非常好的升等方法。你看，155的，这个是。因为这个就等于判定是他们连续工作，所以只要工作一次就有经验值，工作一次就有经验值，他们就拼命升等。有吗？有，更怪了，她是治愈的女仆，所以她是每喂我吃一次东西，她就会升经验值。这样子来讲，她升等很慢。上来了吗？上来的，乖乖乖。跟姐妹们一起练等。哇，背包好满哦！给他三个瓶子。好，像这个。好，酿造模式，去认领最后一个酿造台吧。不是，不要跟他抢。自由模式，等一下，你跟人家抢酿造台是不是？你被拿走了。
我明明就摆了三个酿造塔，你偏要跟人家抢。现在怎样？现在有两个女仆攻一个酿造塔。然后第三个没人要用，哦，他升等了，哦，超快的没有，哦，原来冒出爱心粒子就是升等的意思，又升等了，超快，你在酿糖啊，糖和水瓶，升等有什么好处呢？你就可以看到这里这几个女仆，他们血超厚，比我还厚得多，升等就是这么强。所以他二十等了，比起当我的水种来说，他这样子升等快多了。好，那么我现在要来改造这个，改带他出场。对，你要跟我走了。